记录，也就是说，这不是这一年在文工组的时候，这种方式单位我没有去过站，但是也在单位里面，我28年没有去过一天站。跟各位讲，各位绝对不相信，这个我这28年没有过鸭肉爸爸回家吃晚餐，想想我真的对不起我太太。我28年没有一天回下班回家吃过晚餐，一直到退伍，这就是当年的军人。但台湾能够得到和平，是因为我们这些军人当年的付出，站在第一线保护卫国。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就跟现在这种局势一样，我们台湾这边要反攻大陆，大陆那边讲的是什么？是一定要解放台湾。我想大家都还记得那个年代，然后金门那边是在单打双打。互相的这种就是两栖的蛙人，互相在金门那边摸来摸去，大家还是充满了敌意。那后来好不容易，对不对？在金国先生他主政之下，两岸渐渐的这个渐趋和缓。我记得那个时候，就第一件事情裁的就是把国防预算经费减少下来。那时候国防部这些长官告诉我，那时候我在军中告诉我说，我们要把这些钱省下来。然后去投资到教育和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紧接着就是民国1978、1979年开始台湾的所谓台湾前沿脚步，因为那时候砍下了这个国防预算，把军队裁掉了，剩下这些国防预算用在不管是教育或者是经济建设或者国家的经济建设第二次方面，所以造成了台湾今天的这个处理。Thank you.
每之间这么适当的距离会打一个问号，会感到很感兴趣。像是菲律宾啊，现在都告诉大家了，是不是真的是因为它跟美国站得比较近，所以跟澳大利亚联合巡航，对方联合巡航，结果他们抱怨，我们没想到，原来是不是啊？我们两个一起飞叫联合巡航，对吧？那为什么中国这个国家好丑？为什么我们这么美？
Thank you.
什么时候
议员、由市长分辨看看哪包正牌，哪包山寨。看哪一包是真的，哪一包是假的。我那观察到你吗？东看西看，五煞煞，江湾一番找出答案。但这些录制螺蛳粉，无论正牌、山寨、没申请，都不能过海关。就有民众不信买到山寨，曾经人知道送医院，结果呢上吐下泻，住院住好久，他的肾、他的肝都已经功能都萎靡了。受害民众自行送检，山寨螺蛳粉里头的致癌物严重超标 3.5 倍，并于今年1月就明令禁止输入，连出社团、电商平台随便划，标榜产地台湾，出货时间要十天，很可能就是大陆走私。网络上面、网购平台、社群媒体这些，我们会来发文。那另外，我们同样对实体夜市也好，摊商如果有可能会出现，我们也会相应的稽查。用网络平台管理办法下架这些录制螺蛳粉，财政部观光署回应，经济部未开放录制螺蛳粉食品进口，也没有专案核准案件。卖家对快递走私进口违反会依相关法律裁处。螺蛳粉口味独特，民众喜爱，但有些人眼睛仔细看，谁买单？今天由黄俊伟、黄俊宏等 S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苗栗头份一家越南小吃店在凌晨传出了火灾，屋主一家四口包括两名年幼的女童不幸丧生。还没大火，后面就有雨声、火舌般冒出，接近的黑夜烧得噼里啪啦，声响好吓人，消防队来了。附近住户都吓醒了，火势猛烈，屋内有人受困，消防队抢时间救人，供水线涉水压制火势，铁门生锁，连忙出动切割器要破门救人。楼上是火舌，楼下是切割的火瓜。火灾发生在凌晨两点多，苗栗头份中华路，人命第一，消防队冲入火场救人，从屋内救出五个人送医，但是都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还有一名越南籍女子脚受伤送医，她是自己跳楼逃生脱离火场。楼下来了，楼下来了，楼下来了，医生说会来给招出来吗？Thank you.